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旋转四连棋，那它是三岁以上的两个人可以玩的一款趣味的益智桌游。那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子吧。好，我们打开来之后呢，会像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要简单的把它组装一下。它的组装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底部，然后这个杆子，再来就把这些蓝色的全部套上去。最后再把这个蓝黄色盖子盖上去就好了。那游戏玩法很简单，就是每个人两个人棋各拿一种颜色的棋子，然后呢你就可以选择投下去之后呢，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转。那转的话一次只能选择左边转，往左转或转往右转，选一层哦，然后往左转或往右转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是来开始玩玩看比较清楚。对了，也可以选择不转哦。好，我们就让最年轻的人先开始吧。一开始应该都没有想要转的意思。哎呦，就可以又投又转的。对啊，你要转也可以啊，要投了之后才能转。哦，要转咯。想要做什么呢？转一层，我来帮你。他转的时候自己就掉下去了。对啊。对啊，你在想什么？你下面没东西就会掉啦。好，那我要干什么呢？其实我不知道哎，我其实很不会玩四连棋这种东西。啊，我都没有。你看玩这个游戏不能分心，你要在那边转，你都要，你看要顾全大局，还在说什么你掉下去了。好啦，那我输了，我竟然就被这邪恶的小王这样子。好，那大家如果有喜欢我们这一款趣味的旋转四连棋的话，请大家来参考看看哦，谢谢大家。